非常愉快而且顺利，尊重演员，然后会问你的意见啊，会让人感觉很好相处，他也非常了解演员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在一个剧组可以跟大家聊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。杀青大吉，小风暴之时间的玫瑰杀青大